戴上去的话呢，啊，当然把它弄扩大了啊。另外这个呢，这上头有一个鼻梁架，这个的话你把它捏一捏，用手拿下来，这个内面把它盖起来，嗯，这就行了。然后之后还可以再继续。可以用的，你讲完话，你马上又换一个，不一定需要。